不用写太宽了。极短，那长，加上面是一个图上短下长，口上宽下窄，然后这个是长横，沿向内集中，加。长，拉长，就占一半啊，所以这个大，绵的话上面不想伸长啊，之前写个鱼有伸长。那这里不伸长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可以伸长。拉开，齐短横方硬，然后这边来一个扭扭转转的，这边来一个粗粗细细的啊，那看起来那个线条就是很放松啊。有一种优美的自在的感觉啊，就像这种笔法写的最漂亮。来试步，可以平一点，斜度够斜。好，这里还多一点啊。他那个特别的直字写法，深啊，少写要少写一横啊，这一两横就好了。好，同样两个勾，大小还不一样。鸡啊，鸡比较好多。哦，这里采用雁塔圣教序的鸡。它升降血机就靠得很近，然后从这里不伸长啊，验它的机，又是沿部啊，反正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一个写粗一点，一个写细一点，这样两个字就会分开了，啊，就不会让它看起来这两个偏旁长得一模一样，粗细是最好做的。粗细完还可以长短，虫下面是一只龙，所以留点空间，左边可以伸展。
个是 Y 出去可以右边它可以伸展，那这里有三个横画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就好了，增图布啊，就是右下角拉特别长，注意间隔封好。拉长，婀娜多姿一下。好，抬上去，折下来，靠，挤。你感觉写的比较结实啊，主要是笔画靠的比较近，中间缝隙不大啊，中间还是挤入好多东西啊，要写过啊，看起来，然后这一个是加粗细当底座带来，入城，这边可以伸展。好，那下面，还有一个寸，这个不要写太大，你下面一个寸，右边它可以拉长，点偏上，近平的。是倾斜的，拉短拉长，直是林写过啊，燕桃里面有林，长。右边降的比较低，但书画写的比较长，两个过在一起，长度不要一样。撇，这边是可以拿。高，下面是大石啊，大石。挺近。